呢？比较丹东德他有点，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放不开，好像 key 对他来说有点高了。不是对我有点高了，是那个歌没有选明白，他那个歌本身就不是那个方向的歌。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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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喇叭，拿下了，拿下，拿下了，拿下了，被拿下了，谁被拿下了？怎么拿下？我被拿。多久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每次都是我呀？怎么每次欺负人是吧？哎，真的，为什么不给呼呼拿下？之前为什么不拿下我呀？为什么呼呼被拿下？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有版权，别人就偏偏拿下铜珠，每次都是我。啊，因为铜珠唱歌好听啊。有本事你就封了，有本事就封了，超管，这是谁超管？扣他的，扣他的，扣他的。因为铜珠唱歌好听，知道吧？所以呢，他就封了，唱歌好听。你看我这都没超管来，他都啥也不知道，他干啥的呢？他都不来。哎，去！呀 ，yes， 红哥吗？我 ，is me。哦，红哥你好性感。谢谢。我一直这么性感。这一个，这一个是那个无头骑士。歪歪没关，猴哥。啊，这个是谁？我跟你聊一把。猴哥，嘿，你游戏里面没声儿，但是这个是谁？我跟你聊一下。歪歪。啊，不好意思，没打开声。没事，这波少，这我操，这是忘了，好了，这回好了，好，这是波少，这是波少，这回好了，这回好了，是波少，是波少，波少，你好，同局，这同局，谢谢啊啊，哎我操，我这是什么词儿来着？有点记不住。菠萝聊一把，等一下，菠萝能跟我聊的，我这套看起来，我这样比较好看，我这样有点帅了，好看，你们几个字儿。我看看，你看看，先别跟他俩说这一个。菠萝跟哥们聊一把，菠萝跟哥们干嘛 ？OK， 跟你聊一把，你说去哪？哥们100%真心局，咱们两个直接跳 P 城 ，P 城里。我两个没有素质的东西都没关麦。爆炸头谁呀？啊啊！爆炸头，那我也来 P 城。爆炸头是西西。那我们也去 P 城这一个。爆炸头是西西。那好，我们也去 P 城。我们也去 P 城，好。这一个怎么换头了呢？不知道，哎，去不了 P 城了。机场也是。那我们去哪？什么？不是在航线上吗？什么事儿？没带去。去哪？机场啊。来吹机场。本局提前发布上帝任务，第一个到机场高架，并捡到一个。闪光弹的玩家可以获得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帝的话。高架是哪里啊？高架是哪里啊？高架是哪里啊？什么时候飞啊？高架桥啊？没有来，又来。怎么没人说话啊？冷暴力，我操！天桥 ，K 字那里 ，K，C 楼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K 呀 ，K， 嘿。嗯，啊，这个吧，谁捡着了？恭喜张西西完成了上帝任务。完了，那我不去了，我一个雷都给你们炸死。走，SKS
也不错。铁锅一个。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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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无敌了吗？我不管了，我要开始杀人了。这边怎么好像来过呢？要从这边过来的。八倍蓝圈手榴弹，很好。你好，猴哥。哎呦我操！吓我一跳。被人聊。这个别这样。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吓人！突然露出了个脑袋，给猴哥吓了一跳。OK， 聊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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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聊。可聊，可聊，可聊。扩容不要。一人找个房间，一人找个房间，一人找个房间，关门。好，一人找个房间。好好，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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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出来啊！别出来。好。有啥说啥，他都打不到。我第一个、啊、我为了证明我自己不是阎罗王，我先说第一个，我五个字。猴哥，我在这儿。一二三四五，好，五个字。我五个字。好，轮到你了 ，C 哥。好，我来说一下。动物交通工具。轮到你了，大哥。什么交通工具？他跑了，他跑了。我没跑，我在楼上的，我在楼上的。OK。谁跑了？不许跑，不许跑，直接说、啊。不许跑，不许跑，咱都不跑的啊！你说，你轮到你，轮到你了，轮到你了，大哥。招式什么？大哥，招式，他说招式，招式。然后 C 哥，你现在你轮到你了，不是该你了吗？哎，你一个该你了，这第二轮结束，怎么？哎，对呀、啊，嘿。啊，不是不是，好，我说，但是我跟你讲件事，大哥，咱俩是一组的，让 C 哥先走，今天晚上没跟人聊过。好，我走了，你们聊吧，拜拜。这个是啥呀 ？C 哥，你接走。它是动物交通方式，它是动物交通方式，你还想不到吗？啊，我明白了。动物交通方式，明白了。上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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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这个，我你在楼上是吧？我在楼下。楼上的，楼上的。好吧，我不上来，咱们两个再聊，尽聊一下。尽聊呗，尽聊。尽聊的话，我这个在。星爷的一部电影里面出现过。我跟你是队友。我不知道星爷就这里边出现过啥呀？崔婉莹肯定知道，崔婉莹肯定知道。我跟你是队友，红红。你在哪？我想想啊。我在三楼楼顶。哦，我知道了。对对对对对。你别对对对，你别这个时候说对对对，等等，对对对对对。你别怕，你别怕。你在几楼？我想你。就那个跟那个谁，跟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我合过影，我合过影。杀了张西西、钟丽缇呀、徐子雷。对啊，钟丽缇呀，我合过影。你真假的？真的，我在那个塞班跟合影找着他。我操！崔婉莹，你把枪收了，咱就说实话，咱就说实话，咱还是来进来，一人找个房间，一人找个房间。大哥，你这一间。我在这里，我收箱，我收箱，你看，我在这，那大哥你门外，我门里，好好好，门外门里，咱俩去隔道门，好好好，好，说吧，不是，你这个感觉跟我们不是又不是一起的了，大哥，为啥呢？崔云，你说一下你那你大哥你再形容一下，因为你说合影，我不是很清楚，可能你说的合影的人我不是很懂。哦，我的问题也是五个字吗？那肯定五个字啊。那没问题，我们两个铁队友兄弟。星爷没合过影，星爷女主角合过影。猴哥有点不对劲，我说实话，这是红红吗？猴哥有点不对劲。是我。猴哥，你说实话。啊，说实话。你问吧，我直接表示我的诚意。形容一下呗。你形容一下你这个词儿呗。形容一下呗。你只要不涉及到直接把这个词儿的说出来，你可以怎么形容都没事，第几个字什么怎么地都行。滚动。什么东西？滚动，滚动，嗯，崔婉莹轮到你了，
那个，我想想，等下，就是是那个，哎呀，我要形容，你形容，有身体部位，好吧？大哥你走吧，大哥你走吧，你走，咱俩不是一起的，那我走，我绝对不动你，你走吧，那我走。然后我们咱俩是一起的吧？不走，随便一走。OK， 西哥跟我们也不是一起的，啊，菠萝跟我们也不是一起。星爷电影，但我说的还不对，不是，不是吗？也不是四个字啊。走，这跑车就能俩人坐，这走啥呀？对啊，我有个四人座，我有个四人座。走，我跟你们说，现在我已知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我直接向你们，这个怎么说呢？来，跟着我。OK。李仔仔，我跟你说啊，哎，你怎么的？你走啊？他去拿四座的了。啊，他去拿四座，那等。等一会儿来。已知的信息很牛逼，是吧？已知的信息非常的牛逼。来，我跟你们说，已知啊，这个崔婉莹跟轰轰，他俩可能是一个啊，但是他俩跟我不是一个。然后这个还有谁来着？刚才还有个人啊 ，C 哥 ，C 哥跟这个轰轰跟崔婉莹他俩又不是一对儿，但是他俩 C 哥跟我还不是一对儿，所以我们俩。我们仨大概率是一对，明白没？哦，啊，五个字。我这个是《洛洛历险记》。洛洛历险记。哎，那。但是他应该都是《洛洛历险记》里面。不是啊。他可能都是。不是，他俩不是，他俩是电影。啊？他们是电影啊。你是。啊，他们是电影。你是啥？我这个呀，我已经说完了，该你俩了。洛洛历险记啊，洛洛历险记啊，洛洛历险记，我查一下洛洛历险记我这是个招式吧？这应该是个招式啊，啥招式？啥招式？主要是猴哥，你有看过？接下来发布上帝任务，洛洛历险记。接下来发布上帝任务，第一个前往山顶卫星楼的玩家可以获得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帝导航。咱仨肯定是一伙儿，我跟你们说。你啥，猴哥？你先，我到了。我是啥？我是洛洛历险记，然后 C 哥是那个成龙历险记。小蓝狗完成了上帝任务。好，等一下啊。完了，那个轰轰跟那个崔婉莹，他俩是那个周星驰电影。我去问，现在守着我。你不用问了，我们仨肯定一会儿，你放心，我们仨绝对的。我没事，我问一下。问一下，猴哥，这啥招式呀？我还是想问。你啥招式？我不能直跟你说呀，对不对？肯定不能直接。都被我发现了，他们俩真的，他们三个都被我发现，我们仨绝对一会儿。猴哥，你跟我是一起的。你看，你还有不是叔叔，你还有一次上帝导航的机会。别倒了，可以随时我就在旁边呢，别倒。我倒谁啊？你问的谁你就倒谁呀、啊？我问的谁？我问的你啊？对呀、啊，我们一伙的呀。哎呦我操！废了。七仔仔击杀了猴哥，需要自雷。你是傻子吗？不是啊，他不是跟张星星是队友吗？我都说了，我跟猴哥是一起的啦。有呆逼，兄弟们，有呆逼，有呆瓜。
小三，小三，我再倒一次，还有谁啊？再倒，还倒啥呀？这不都问了吗？哎呀，真是个笨蛋！傻子吗？这不是个，真是个笨蛋呐！不是个大傻子、啊。哎呀，现在变成一个人了，完了，受不了了。崔姐击杀了布布布，无需自雷。崔姐击杀了布布布。轰轰击杀了铜珠，无需自雷。世界什么什么什么、就在眼前，希望终点就在眼前，全力奔跑，许下了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你没描述，我都不知道这个招式怎么描述。描没描述？他问完了，他也别把我打死了呀！他都问完了，都一伙的吗？哎呦我操！这小魔头开的。哪怕会有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我操！这小魔头开的，放不下来、啊，单轮开。我操，好帅！一个人就是节目啊，好帅呀，波神！新进圈，我的 ，Hello， 呀，我操，吓死我了，不去了。鞭子给攻击。嗯。阿红，我被骗死了。在第五个圈说完以后，所有的载具将被禁用。我操！我操！像阎罗王啊！Hello， 鸡仔的不是鸡仔，叔叔你就打吧，打谁都行啊。不是，哎，太可怕了。郭神不愧是直播间老前辈，他什么老前辈？我才是老前辈呀！有没有什么我可以藏身的地方吗？我操！轰轰击杀了拉奇，无需自雷。你们俩是一对吗？我跟碧豪他们都不是一对，你先别打我，我可能是队友，我跟他们都不是一对。突然冒出来个眼儿啊！这样吧，我跟所有人都不是一对，不是一个队。别走那边，我跟所有人都不是一对，我跟轰轰也不是一对。过来过来，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不是一对。波神，我们跟你说一下，小鸟飞机对什么？滚滚滚！滑了。崔姐击杀了波神，无需自雷。波神，这么形容我？你在背后帮我杀的七仔的。我一开始也没有告诉你。啊、七仔的，他都问上帝了，你为什么打我？等会儿，我先给你解释一下。解释。刚刚我第一轮我不是杀了个张兮兮吗？对。然后呢，张兮兮他不是有一个条件，他是去问上帝的那个嘛，去问上帝，我就跟他分享信息，我说张兮兮你问的谁，他说我问的猴哥，我听谎了，他说
我以为他说的猴哥是我队友，我就把张西西杀了，因为他的词儿跟我不一样。然后刚好我你叔叔遇到一起了，对不 对, 对？我们三个人遇到一起了，我本来在车上我都想杀了你了。哦，活该渣男，你还仁慈了一点是吧 ？OK。不是，本来我在车上我都掏过准备想打你了，上面三个人在打我，你知道吗？你还有队友，我的问题，你自己心里面想着，我的全责，我就一个人。我算了一下，我如果有队友的话，我就只剩一个队友。你不用算了，那我们俩先联合起来一起打上面吧，上面轰轰。猪猪，你不用算了，你别打我，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你的队友确实只剩一个了，不是队友。猴哥是猴哥，七仔仔叔叔是一对吗？对呀、啊，我们三个是一对，你给我骗了。那我的队友是谁呢？好好，有道理，这样子我一个人带走你们两个，挺值的。算了，嗯。我脑子短路了，我靠，我都直接给他崩了。叔叔，我给你拉超线。我没狙，不好打。叔叔，加油！哎呀！啊！哎呦我操！这谁啊？剪刀脚。是你对的，游戏结束了。你这分队不公平！不公平！你们两个前期在快你自己打吧，孝三，我操！孝三，你自己玩吧，我操！你在玩什么？我们队里面还有笨蛋，你随机不能这样啊！我们队里还有笨蛋，是随机谁的？跟猴哥那个两个人认识的，肯定是两个笨蛋是我队友，我一猜就知道。你们死的时候我就说你两个笨蛋，我是我的队友吧？我一个阎罗王连枪都不会拿，都拿不稳。哎，认着我在三个里面选，我只能乱猜一个。哦，他是随机，对，他是随机，他就拿那种摇板随机的。哦，他摇板随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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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自己一个人。怎么说你们？朋友们 ，OK， 西哥要润了。OK， 没事，先接受完惩罚。哦，公布一下。拜拜。OK。那还是公布一下分组情况，本局同珠 Sharky 不 C 哥为主，他们的词是乌鸦坐飞机，悠悠崔姐张西西轰轰为主，他们的词是夺命剪刀脚，苏苏小蓝狗波少七仔在猴哥为主，他们的词是雷霆双脚灯，拉奇为本局阎罗王，最终夺命剪刀脚获得了最终胜利。大哥，雷霆双脚灯，你也跟我聊个别的。大哥，雷霆双脚灯，我以为你是无敌风火轮呢。对呀、啊，我也以为是、啊，我也以为你是，我以为你是无敌风火轮。你们俩还一死，我就说这两个笨蛋不会是我的队友吧？好，让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先C 哥要走，我们先跟 C 哥打个招呼吧。C 哥，拜拜。拜拜 C 哥，拜拜。好的好的，拜拜朋友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干啥去了？相亲去了。双脚灯，没听过。然后现在我们队可以罚一个人，这个就交给小白哥吧。小白哥，你来定一个，你想看谁唱歌都可以。我除了我们队的啊，除了我们队，你我觉得你要不让那个 U 来定，U 你来定吧。就这么多朋友里面，你都可以挑一个。西西也可以，你们两个聊也行。西西吧，西西挑一个。那西西你挑一个吧，你从 YY 里面挑一个。除了上帝啊、哦，上帝也行。你要觉得这把他，我觉得你可以罚他。嗯，这把随便你，你想罚谁就罚谁，左边这一排都可以。哎，上帝他们对你怨恨这么大，你来吧，上帝，我们把权力交给你吧。有人给我啊，我来选吗？假的私心。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谢谢西西拿来汉的。我想听崔前辈。第一棒。我想听崔前辈。你不能进、啊、我是赢的那个，我是赢的那个呀，我跟你说。那太遗憾了。那怎么变成奖励上帝了呢？上帝
嘛？你罚上帝唱一个。点了。奖励上帝吗？啊？不是。奖励上帝唱一个。怎么那他点了？他一直都没什么参与感。奖励上帝唱一个。啊、OK， 我然后我唱他唱之前，对你唱一个，然后你唱之前，我们再问一下。在 YY 的13位朋友们，咱们是继续玩这个轰炸机的模式呢，还是说咱们去玩个铁人三项，就是开汽车的？有不开？可以试一下铁人三项，都可以，都可以。铁人三项吧，没开过，开过。拉奇参加过好几次了，他很强，你们注意他。门口的架势。没参加过，我不知道。好，你们没参加过，不知道。OK，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开一个。